今次咧呢首歌係一首慢歌，咁其實咧就係、是、講一啲回憶啦。其實點解會諗到呢首歌嘅題材呢？係因為我一次咧撳手機嘅時候咧，就睇翻往年今日喎，係啊，咁啊睇翻原來咧以前有好多回憶，咁啊諗起同朋友嘅一段回憶，咁但係我哋而家已經係因為某啲事情咧，就不能再成為朋友。咁但係其實我哋亦都有曾經一起去過旅行啊。我有危難嘅時候，亦都幫忙我好多。咁但係人生就係總有一啲關係係你好似看唔見咁樣樣，但係你永遠都會有一個 connection 喺度嚟想講一啲其實我哋睇唔到嘅一啲關係，但係呢啲關係影響我哋好深厚。系啦，咁呢首歌系讲一啲系比较诗意少少嘅，无论唱嘅时候啦、拍 MV 或者系录音嘅时候，都系非常之抽心嘅，系啦，因为都会谂翻起好多回忆啊，同埋谂翻起好多一啲挽回唔到嘅一啲关系，系啦，咁系有一种遗憾同埋可惜喺心入边咯，嗯。今次呢首歌是一个好极级的挑战，因为本身呢首歌呢是千童写的。一听到个 demo 时候已经好鍾意了，就觉得哇好好听喎、哦、但是又好难唱，咁就啊，但我又始终都是最鍾意呢一首，所以就揀咗呢首歌。咁今次都好开心啦，搵咗林若玲填词，諗咗 Jason 帮我监制同編曲，同埋揾咗麥希恩導演幫我哋去導我哋 MV 啦，亦都好開心咁樣樣咧，揾到 Stanley 嚟客串今次 MV， 所以連埋所有 dancers 同埋排舞師 Terry 都係今次係比較好多唔同嘅藝術元素都擺咗入去，所以係希望試一啲唔同嘅嘢，令到自己都可以。在这个题材里面再摆多些不同的东西，令到它多些面向咯。今次找 Stanley 呢，因为他真的很配合这个男主角的角色，因为其实看不见的话，有些可能是前度，就是你有些前度，那你可能是嗌交收场的，但是其实也都有些很 sweet 的画面发生过嘛。其实Stanley 咧就一个好好嘅男友嘅，做一个男友嘅角色嘅一个 image， 咁但系又一个咁好嘅男友，我就永远都失去咗佢啦，咁所以佢就一个完美男友嘅显示啊，系啊，好多谢你抽空，因为 Stanley schedule 都好忙，我知道，咁我哋有排紧 magical 嘅 show 啊，其实，咁可以即系好难得到抽到一两日出嚟排，咁而且 Stanley 系。真係出盡全力咁樣去有一啲 lifting 嘅動作喺入面，要拍好多次，即係唔係淨係睇到你嗰一秒咁簡單，即可能 take 好多次，咁佢都係義不容辭咁，真係好多謝 Stanley， 佢起我好多次啊，係啊，咁佢仲要話好冇事，好輕啊 ，OK 冇問題。Stanley 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位 artist， 即是他是对所有东西都要求希望做到最好，也都是出尽全力，所以跟他合作非常之有安心的感觉。咁今次嘅 MV 咧，我哋嘅重头戏咧就系摆喺最后同 Stanley 一啲非常之好嘅舞蹈。咁亦都有，即我自己亦都有啲。即係好讚人熱淚嘅一啲戲喺入邊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今次幫心靈拍個 MV， 咁就我哋有一段雙人舞要跳啦，同埋好似係有少少情感嘅氣氛要演出一下咁樣嘅。再往前就係我同佢一齊都係dancers 啦，咁就一齊走 tour， 咁所以都雙人舞上面都有合作過，所以都是比較熟悉對方的，相對上如果有幸出歌而個題材是很適合的，當然一定會找心靈，因為他差了人情。
其實呢首歌咧係籌備咗兩年噶啦，已經。因為時機未到咯，成日都覺得我同 manager 都覺得，咁所以我哋最尾就喺呢個時間決定要做呢件事。咁而我覺得咧個心情啊，同埋所有做呢一個 MV 嘅 teammate 咧，都已經係即係好好啱數咯。覺得喺呢個時候，我覺得呢首歌係首先就我第一首慢歌啦，而對我嚟講係好 personal 嘅，即係個歌詞係透過我同耀輝老師。我錄了九分鐘的錄音俾佢，跟住之後入邊有好多好混亂的情緒，跟住之後佢就幫我整合，跟住之後寫咗呢首咁嘅歌俾我，所以我就十分喜歡歌詞，同埋係一首好 personal 嘅歌咯，對我嚟講，即係一首都幾唔開心嘅歌嚟嘅，但係我就想盡量用 MV 啊或者係成個唱法去令到佢聽落就係有一種倔強，所以。就是你咁倔強咁講緊啲咁唔開心嘅嘢，就會俾人感覺係一種更加難受嘅感覺咯。我會話係每一即我唔敢講每一個人啦，但係講我自己心底裏嘅安全感同埋一啲自我嘅問題咯。未必一定係愛情，但係之所以我同 Maggie 決定要用一個愛情嘅 MV 去呈現，係因為我覺得呢一種方法係最容易俾大家理解到我想講啲咩嘅，所以就。多得有我哋嘅阻住啊！多謝邀請。其實我都唔敢講，今次係慢歌，其實佢都唔係真係好慢。咁但係係一個其實係我不嬲都好中意嘅嘢嚟嘅，即係 R&B 有啲 groove 咁樣。咁所以我係都有緊張嘅，即係因為聲音嘅考量會多咗啦。咁但係快歌同慢歌咧，好難揀咯。我覺得唱嘅話，我中意呢個節奏多啲嘅，因為好玩啲。咁但係如果係跳啊或者 MV wise 咧，一定係快歌玩啲嘅。但係我覺得慢歌咧，拍完呢啲 MV 之後咧，就會好想拍戲咯。哦，係啊。唔夠喉啊，即係佢就係需要 take， 即係你 take 咗可能十秒嘅 long shot， 你就係需要 take 入邊嘅0.1秒咁樣，咁就會覺得哎呀咁樣做唔到長。算不算人情牌呢？是我覺得是有個情意結咯，因為之前大家一起拍劇，大家一起共享了大家的第一套咁刻骨銘心的劇啦，所以我覺得這個組合第一就是觀眾一定會很想再看啦，第二就是我覺得我們有些 connection 可以再用咯，好像真的是隔了差不多年半，跟住今次再合作翻，不止啊，有沒有呢？兩年了，兩年了，有兩年跟住，其實有少少緊張咁似，跟住掃翻屋企見到面都冇乜嘢。但其實我本身係想揾佢拍啲再勁啲，即可能唔知災難啊，或者係逃脫啊，即係啲再真係劇情啲嘅。因為我都覺得你係 more than 呢個路線嘅。咁但係因為今次即係劇情所需，而我又覺得我呢一類型嘅劇情，我中意揾一個舒服啲嘅人去相處，咁所以就揾咗 George 啦。多謝多謝。你夾我個紅啤啤頭套咯，係咯，偷望佢咯，即係好似有一種明明好似知佢係邊個，但係好似唔知咁樣嗰種感覺。好搞笑咯，我哋冇試過做呢啲嘢嘛。冇啊，我哋多數好認真嘅。但係我覺得我哋最難忘嗰個未拍，應該係嗰場，因為會有少少對白，但係因為我都有同 Maggie 講，即係我哋導演就係話嗰個對白，我唔想俾觀眾知道係講緊乜嘢。咁所以大家就估下啦，估下我哋讲紧咩？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